就是它会生气，所以它跟那只猫两个就失仇，就是动不动两个就会暴怒。然后那个狼在开玩笑，上次是抓伤眼睛，因为猫是很多一个大块的资料，然后上次是被脖子这边咬两个洞，这边一个洞。还好男朋友是有兽医，直接带去医院缝。不然就很严重啊！那时候整个这边超严重。新闻的地址在哪？但是他当下整个很严重，没有想收视率去涨，看诊那个价，听说3000啊，3000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怎样要打赢，没关系要打。所以又来又来又来了，一只猫一只狗，但是其他猫不要。好，为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哦。我们等一下八点的时候呢，东森购物台，我们开始又有一波非常疯狂的圣诞趴哦。等一下八点的话，东森购物台。多大了？3岁。爱吃就好。不爱吃。你看，你爱咬啊。爱我吃。你要吃啊，我也吃啊。还是老公说。Michael， 我先开，是不是在这里 ？Michael， 这里。现在谁有事，谁就是老大。提醒的命令。做对了就命啊。做对了。把铁链，还有，然后就是我等一下的事情，然后把它追回。